今天来说一下刘备集团中的另一个争议人物马谡。马谡在三国中最著名的三件事，一是白帝城刘备托孤时提及马谡的言过其实，二是诸葛亮南征孟获时提出了攻心为胜的策略，三是因失街亭从而引发的空城计和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简称失空斩。作为蜀军中为数不多的谋士，究竟该如何评价马谡其人？而刘备托孤单独提到马谡想说明什么？而失街亭究竟是不是马谡之罪？马谡又是死于何时何地呢？不禁又要隔空去猜想罗先生的这个哑谜了。带着烧脑的思维，再一次脑洞大开，回到三国那段历史当中，来看看马谡其人吧。马谡字幼长，三国时期襄阳宜城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宜城南。马谡生于公元190元，死于公元228年，年仅39岁，不由得一声慨叹，如果当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没有杀掉马谡，凭借马谡的风华正茂，联手魏延姜维等猛将抵抗魏国，延续蜀国之气数，也并非不是空想。话说马家兄弟五人，因为兄弟五人的字中均带一个长字，所以人称马氏五长，分别是老大马良字伯长，老二马敬字仲长，老三马季字叔长，老四马通字季长，老五马谡字幼长。五人中马良最早投奔了刘备集团，成为刘备集团中荆州势力的代表人物。说到刘备集团人员势力主要分为几部分，起家创业阶段的桃园三结义兄弟，加上种子轮投资的糜竺、糜芳、简雍等谋士，中间阶段收编了荆州刘表集团的一级马良等天使轮投资人，在得到了赵云、黄忠、魏延等猛将和卧龙凤雏等主力队伍之后，又顺势兼并了另一大势力，就是刘璋手下法正、李严为代表的川蜀势力。此时的刘备可谓兵强马壮，但同时刘备也隐约地感到诸葛帮、荆州帮和川蜀帮之间的势力竞争问题需要在各派势力当中进行平衡。直到夷陵大战蜀军惨败之后，刘备败退白帝城托孤之时，安排了诸葛亮和李严分别作为内政方面和军事方面的最高将领，来辅佐少主刘禅。当时在读到这段时候，就一直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想明白，托孤如此重大的事情上，刘备怎么没有考虑到荆州帮的利益和势力呢？而同时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向诸葛亮提出来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呢？刘备这场的是哪一出戏呢？这两个疑问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联系呢？我们在第一回当中已经分析过，诸葛亮在军事上很难得到刘备的信任，所以才用川蜀势力的代表人物李严来掌管军权，仅仅让诸葛亮来主持内政，而不是军政大权交给诸葛亮一人来统管。作为三国的最高统帅之一，刘备识人用人的本事还是有的。蜀国身处蛮荒之地，不想曹魏、孙权地处中原，人才本就稀少，尽信和不信诸葛亮都是不可取的做法。最佳的方式就是在诸葛亮身边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作为眼线，起到从内监督诸葛亮的作用。同时李严从外掌控兵权，一旦诸葛亮有不臣之心，可以迅速地里应外合。所以刘备的注意点落在了马谡的身上，而刘备深知诸葛亮之前得不到器重，自己死后诸葛亮定会推翻之前所设定的军政纲领来证明自己的才华。刘备器重之人不为我用，比如魏延、马超都没有在诸葛亮的战斗序列中得到太多的施展表现机会。托孤重臣李严也因为向前线运粮不及，时而被治罪。从汉中运粮到岐山大本营，中间山路重重，运粮本就是不讨好的苦差事，何况让一个托孤重臣去运粮，事情已经明摆着了，李严的命运就此终结。与此相反，刘备并不看好的马谡，因为其荆州帮的背景以及其兄马良与诸葛亮的私交，成为诸葛亮的得力参谋长。说到此处，故事的本来面目已经慢慢的浮出水面，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个符合各方面逻辑的推论，马谡就是刘备安插在诸葛亮身边的那双眼睛。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马谡也是唯一可能出其不意缉拿诸葛亮的内线。刘备深知诸葛亮的优缺点，所以才会故意在白帝城警告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因为刘备已经
经算准了诸葛亮会因为这句话而去重用马谡，用自己和马谡的才能展现来证明刘备当年不用诸葛亮是一个错误。这样子刘备对于身后事的布局才算是完美无缺。接下来马谡马又长也确实展现了自己作为参谋长的才华，时常与诸葛亮秉烛夜谈，讨论军事策略，常常讨论到大天亮。公元225年，也就是马谡35岁的时候，马谡得到了在三国演义当中最华彩的事迹，大体上是这样记载的：诸葛亮率军讨伐雍凯，马谡送行数十里。诸葛亮说，虽然我们一起谋划此事多年，今天请你再一次提出好计划。马谡说，南中一是地形险要和路途遥远，叛乱不服已经很久，即使我们今天将其击溃，明天他们还要反叛。目前您正准备集中全国的力量北伐，以对付强贼叛匪，知道国家内部空虚就会加速反叛，如果将他们全部杀光以除后患，既不是人后者所为，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办到。用兵作战的原则，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以心理战为上，以短兵相接为下，望您能使其真心归服。诸葛亮便采纳了马谡的建议。不久，诸葛亮斩杀雍凯，并依照马谡之言赦免孟获，以使南中人心归服。因而诸葛亮在世之日，南方不敢再次反叛。诸葛亮也向大家证明了先主刘备在识人用人上有多么的不靠谱。马谡怎么就言过其实，不能委以重任呢？我诸葛亮可不能犯先主同样的错误，我要大力的扶持马谡将来做我的接班人。接下来就到了失空斩的故事了。首先说明失街亭是事实，空城计并不存在，是罗先生完全假借的其他人的故事凭空按到诸葛亮的头上的。具体到空城计的事件，我们将会在以后详细的进行研究。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假的。据史书记载，马谡丢了街亭之后逃亡了一段时间，被抓回投入大牢。做了逃兵的马谡本应该本处斩，但在还未行刑之前马谡已死。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失街亭到底是不是马谡的责任。当时诸葛亮的北伐的兵力共有10万人，这也是诸葛亮能够拿得出来的几乎全部家底了。当时蜀国国内总共兵力应该不超过20万人，还要分兵守住各方面的要塞，所以当时能够调动的兵马10万已经是上限值。诸葛亮居中坐镇西城指挥，兵力分布在武都、岐山、西县、天水、南安这5个据点，同时分兵3万人给魏延去攻打陇西。而街亭之重要在于街亭是保障进入关中的通道，陇山到西口的畅通，而陇西道全长150公里，一旦一点被突破，10万蜀国大军就将被彻底的割裂开来，必将不战而败。诸葛亮手中的将领已经分别去攻打陇西和守5个关隘了，已经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将领去守住街亭要地了。马谡这时候主动请缨，其精神可嘉，诸葛亮只能派出10000人马给马谡带着去守街亭。而对手曹魏大将张合已经是三国后期1等1的武将了，手中还有50000精骑，谁先到达街亭谁将占据整个战局的话语权。马谡的部队以步兵为主，从诸葛亮的大本营西城到街亭大概300里，而曹睿的先锋张合的部队以精锐骑兵为主，是从梅城出发的，到达街亭大概500里。敌我双方大体上是同时出发去街亭，200里地的距离会给马谡留出来多久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参考当初曹操攻打新野时，5000精骑1日1夜急行军300余里，这样看到张合比马谡晚到街亭约1天。试想马谡到达街亭时，如果按照诸葛亮的主张在大道上扎营，并无地势之险可屏障，如果兵力相当，也许可以相持一战。在实际兵力1:5的情况下，如果选择当道扎营，就是极其愚蠢和错误的选择了。不说打仗，就是被围营的情况下，马谡又深知诸葛亮是没有多余的后备队伍可以给自己救援，缺少水源的话，这10000人只要3-5日就彻底失去了战斗力。而且张合的部队距离自己只有1天的路程，必须快速的凭借自己的认知做出判断和选择。马谡依据地势选择山上扎营，其实是在当时各种条件下综合判断决策出来的一个最佳方案了，起码可以保证自己的侧翼和背后不被敌人包围，在正面狭窄的作战面
面上，敌人难以展开进攻，人数的优势会因为地势高低的关系被缩小，同时凭借自己掌握上游水源，进可攻退可守，也可以在坚守数日之后，等待魏延拿下陇西之后，诸葛亮可以调派部队来增援自己，形成反包围，一举拿下漳河。此时如果按照马谡的方案的话，或许街亭之战胜负仍难以判断，而此时王平的错误主张致使整个战局急转直下，王平分走了一半的兵力选在当道扎营，致使兵力再度分散，难以形成合力。5000兵力再加上缺乏武力高强的武将存在，马谡部队形成了速败的局面。但是马谡仍然成功突围，带领有部分部队冲出了漳河的层层阻击，保存了西蜀的有生力量。而同时在列柳城的高翔也被郭淮击败撤兵，击鼓一线赵云的兵也被对手识破，只好烧了栈道，防止魏军直接进入汉中，抄了诸葛亮的后路。诸葛亮此次北伐的战略部署完全失败，从作战难度和指挥的正确率来看，马谡并无过错。即便是诸葛亮本人带着王平和一万人来守街亭，也未必能够得到比马谡指挥更好的结果。而在《三国演义》中，把此次北伐失利的全部原因嫁祸给马谡，真是《三国演义》当中的第一冤案啊！诸葛亮为什么会起了杀心呢？有两点原因。明线上当时的蜀汉政权并不完全掌控在诸葛亮手中，如果失败的责任由诸葛亮来承担的话，对于其掌控蜀汉的军政大权是不利的，因为朝中就会有原来的川蜀帮的势力来干预影响，所以必须要找到一个替罪羊来顶包。马谡是诸葛亮最信赖的人，可以拿来定罪，但诸葛亮并不想杀马谡。但第二个原因的出现改变了诸葛亮的想法，马谡逃跑了。为什么呢？马谡认为诸葛亮拿自己顶包是因为看出来刘备托孤时的疑点，要借机除掉自己，而诸葛亮联想到马谡第一次违抗自己的命令然后逃跑，不由得不联想到当年先主刘备托孤时的那段评价马谡的话，自然也是吓出一身冷汗，下令缉拿马谡。后终于抓到马谡，投在大狱中，在狱中亡故了，并非当时在军中就挥泪斩了马谡。三国志蜀书马谡传中是这样记载这段历史的：建兴六年，亮出军饷岐山，时有宿将魏延、吴一等，论者皆言以为夷令为先锋，而亮为众拔宿，统大众在前，与魏将漳河战于街亭，为何所破，士卒离散，亮尽无所惧，退军还汉中，宿下遇误故，亮为之流涕。亮死时年36，宿年39，可惜马氏兄弟马良死时36岁，马谡39岁。关于马谡最后一个问题，如何证明诸葛亮识破了刘备，拔掉了马谡这个眼线呢？我们可以看看魏延是怎么死于马岱手中的，这不正是刘备计谋的翻版吗？诸葛亮一生谨慎，却在死后玩了这么大的一个剧情，绝非自己的原创想法，只不过抄袭了刘备的思路，用在了刘备最为信赖的大将魏延的身上，应了那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